系统搞我，不要玩游戏，不要再玩了，不要玩。他不吃那个皮吗？我靠，那皮可是精华哎！他就要这样丢掉了，别闹了！吃饱了吗？我帮你丢掉。好啊，谢谢。耶！哇，好好玩，水好冰，好清澈。那个小孩一定有偷尿尿，还有那个老人感觉就没冲水就下来了，泳池里都是他的垢，还有那一区超不干净，太可怕，泳池太可怕了，感觉只有这一区的水最干净啊。爽耶，我留在 YT 的留言有8个回复，大家在热烈讨论我的留言呢，来看看他们到底聊了什么啊。靠北，只是两个人在吵架而已。哇，太好了！哎，你知道吗？我刚刚终于预约到那个按摩师了，那个超难约，等好几个月，结果刚好朋友感冒无法去，让给我，好开心！赞呢。我觉得这次你真的踩到我的界限，我不喜欢男生一直追问我的行踪，跟谁出去，男生女生，但你照三餐问，真的给我很大的压力。你前天甚至在我朋友面前质问我，这样很不给我面子，也让我觉得很不受尊重。你自己也常出去应酬，我有说过什么吗？为什么要这样把我压得喘不过气？我觉得我们该暂时冷静一下，这样的相处模式不会开心。你不相信我的程度有点夸张，我说了我交男友就会很乖，要我说几次？干，这是怎样？怎么就一次传来一大堆？你是白痴哦，会不会开车啊？智障，这边遇到你就死定了。洋葱，该说你沉得住气还是俗辣呢？你也太镇静了吧！哼，其实我刚刚已经在心里把他揍一顿，在嚣张啊，当流氓屌是不是？他被我揍得跪地求饶，像个俗辣一样，笑死人，所以我气也消了。哦哦，是哦。